这场地酷啊。我也挺喜欢极限运动，滑板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运动，而不是像他们嘴里说的小白一样。我都不敢滑这种坡，感觉在这种场地我哪儿都不能滑。哎，我是抱着就是想学到一些东西啊，感觉好难的场地。哎，有谁来了吗？